老天的蓝山之旅 ，this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期天，我是朵朵。今天是我们在日本京都的第二天，我们在朵朵 go 嵯峨车站。哦，这个是蓝山小火车的地图啊。我们等一下怎么走？我们现在在这里。嘿，在这边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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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这边，然后我们要走到这边，哦，换巴士，坐到这里，这里，然后再坐船，哦，再回来。那现在准备来搭小火车了，どうも。哎，我们坐三号车，三班是三班吗？好。哇，好有氛围啊，好有氛围，太有氛围了，我被感染。哇，好可爱哦，李一吉！天哪，这小火车沿路的风景，好棒！漂亮，超放松。哎呦，这一条河好像是我们等一下搭船又经过的河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等一下要搭这个，对不对？哦嘿，回家迎宾到家。你要唱吗？你到了啦。我们要来搭这个宝津川小木舟。哎，准备要上船喽啊！这个船，哦，真的是木头做的小木舟，天哪！红色的这个是绑在腰上的救生衣。哇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期天。嗨，我们现在来到京都的宝津川的这条河坐船。对，我们在蓝山。蓝山的宝津川。哦。好，上面刚好有船开过去。有火车来船。有火车开过去，我们就可以重拍一次吗？不可以。哎，是我们刚搭过来的小火车哎。哇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他转柜子，他干嘛？疯子！乔帮，你怎么在这边？哎呦！哎，天哪，这是卖吃的船吗？欸，这个船上面卖吃的，他靠过来！哦！天哪，他跟我们船并在一起开耶！哦，多多买了好吃的花枝，好香哦！船上可以吃东西，好方便哦！我们终于到了！啊！哦，天哪，我们搭了1小时40分！啊，哎，すいません。啊，立刻。哇，哎，多多，你觉得这趟值得吗？很棒，风景很漂亮。嗯，我也是觉得。斯巴拉西。